米迦书第四章一节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要建立，搬过这的山，高举隆重的山岭，万百姓拢要来归这个山，要有真多国的百姓要去，讲来啊，咱上耶和华的山，到雅各的神的殿。主要将伊的道路教训咱，咱也要行伊的路，因为律法要对锡安出，耶和华的话要对耶路撒冷出。三节，伊要伫济济国的百姓中行审判，为着远远强盛的国来断定是非。伊要将刀拍作犁头，将枪拍作镰刀，这个。无也到攻击迄国，因也无阁学习战术，人人拢要坐伫家己的葡萄树下，甲无花果树下，无人予伊惊。这是万军的耶和华亲嘴讲的，万百姓，大家奉家己神的名来行，愿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阮的神的名来行。六节，耶和华讲。到迄日，我要聚集白卡的，召集受赶出的，甲我所捌予伊受苦的，我要予白卡的做所村的百姓，予赶到远远的做强盛的百姓。耶和华要伫锡安山做王治理因，对呾直到永远。你这个羊群的冠带，锡安城的山啊！忠诚的官兵，就是耶路撒冷百姓的国官，拢要归伫你。九节，现在你为什么大声啼哭啊？痛苦轻掉你，亲像要生囝妇人人，是因为你中间无君王吗？你的无私灭亡吗？锡安的查某囝，你都痛疼艰苦，亲像生囝妇人人。因为你要对城出来，大地产业到巴比伦，伫遐要得到解救，伫遐耶和华要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。十一节，现在有真侪国的百姓聚集攻击你，讲愿锡安受巴拉山，愿愿亲目睭看见伊拄到报应。因却毋知耶和华的意思，也无明白伊的计划。伊聚集因，亲像将稻谷聚集伫五谷场一样。十三节，锡安的查某囝起来打五谷，我要予你的角正做铁，予你的地正做铜。你要拍碎这些国的百姓，将因的财物献予耶和华。将因的血献予普天的主。